你敢知影虾米叫做孙的掠人？我来讲予你知。有个人会要求讲要掠熊孔，熊孔是会使掠，掠这上疼一点，袂甲你掠到硬头，千万唔通讲你惊要蛇者，请问你蛇者是？若是要掠腿的话，请你莫讲大腿。大腿是安怎？你的小腿是歹去啊？吼，小腿台语袂晓讲。大腿好，大腿我叫听到腿。你若讲大腿要掠较起哩，掠较起哩是掠迄块。就甲你讲是顺的掠人，就是袂甲你街边，我拢离真远，介远。你若讲要掠巴肚，有个人要求讲要掠巴肚，会使。你莫甲我讲要塞较落去，袂甲你看着草，嘛袂互毒蚊蛇出来，安尼你有了解无？安尼就是正港的顺的掠人，袂掠到硬头，街边。袂看到草，毒蚊袂使射出来，安尼有了解无？